基县委的安东诺维奇资深助理陈立德宣布竞选核桃谷学区的教委。筹款晚会有将近500名的来宾出席，包括了国会议员赵美心、州众议员吴国庆以及县委安东诺维奇在内的众多民选官员都纷纷的为他助阵。洛县县政委员麦克安东诺维奇办公室资深助理陈立德决定参选核桃谷学区教委。目前核桃学区华语学生占40%，未来该学区有2席空缺。陈立德希望以自身丰富的县政行政经验、专业能力和流利的国台英语的优势，争取1席华裔教委的职位，为华人的学生谋取福利。我们的预算是非常的低的，我们还有个 decrease in enrollment。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我们的预算 is fiscally solvent. 第二，我们跟华人跟主流社会，我要当个桥梁。现在只要个学生还是个老师有个问题，他们回答的时候，他们答案不是在中文，不是在韩文，不是在台语。我需要他们签的时候，他们答案是 something written in Chinese。第三，我在洛杉矶是个义警，在核桃市跟钻石港市，我要确定我们15个学校是非常的安全。跟我们对 Sheriff's Department 跟各位的学校是个非常好的沟通的点。陈立德在洛县服务，负责监管40亿美金的医疗卫生财政的拨款，累积了行政经验，将可以为学区合理的分配财政资源，应对学区面临的财政危机，并能够确保学校的教育品质。天下卫视记者李玉冲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